现场超吸睛，千万元的名贵跑车摆在眼前，现场起标，有来抢便宜，也有来看跑车，货过瘾的。或是2018年3月才出厂的底价650万起标，最后以750万标出。可合理吗？我很喜欢这台车。因为市场上真的不太好找，所以我才专程从外地跑过来。车很高兴可以圆自己的多年的一个梦这样子。去年仅仅差130就异地价汇兑案以及选举赌盘时，这些就是集团的代步车通通被查扣。现场还有白色保时捷以250万、红色保时捷以240.5万得标。你也不要丢，真好玩，真兴奇。啊，没有，跑车，蛮连续蛮喜欢的。你觉得车子状况怎么样？不错，三部都不错。好，我来看过就对了。对对。尽管只能赏车，不能试驾体验，但成交价格漂亮，